收5万点赞了。哎呀，谁啊？但是这一喝也不够啊。被王地雷炸掉俩，只剩98个了，都在这儿了。来吧，祖传琉璃玻璃盏给我。我从来没吃过活珠子，这玩意儿是不是跟蛋一样，就是磕开之后汤倒出来，然后是吗？对。哦。哇。哦。是很鲜哈，就感觉这个汤里头撒了十把味精油。这是黑线是什么？是血管吗？哎。你们都是在哪儿能吃到这个活珠子呀？饭店里有卖的吗？没有啊，我们这儿饭店都没有卖的。市场上有卖的吗？你逛市场吗？你要是这样，我亲手给你包一个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哦，它长得很立体，很艺术，长得确实是不太可爱的样子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白白的地方应该就是鸡肉，然后这个黄黄的地方应该就是蛋黄，是吗？哎，这个白色的里面是什么？毛，这个毛是能吃的吗？还是要把它抠下来啊？这能吃吗？哦，再吞了一口口水。这就是一个活珠子的汤。不喝了，还带毛呢。哦对，把王秘书的嘴撬开。哦，没有怪味儿，也没有腥味儿，就是那个纯纯的鸡汤味儿，真的很好喝的，很鲜。这个尝一口。这是如何下舌呢？呀，你脑子吧。这玩意儿要撒点辣椒面，就是那个猪脑花那种感觉。不过撒点辣椒面，绝对是煮火锅小零食。不会呀，多恶心啊！我想吃鸡肉，我直接吃鸡肉；我想吃大黄，我直接吃大黄，不完了吗？我不想吃结合体啊！不吃拉倒。来，奥仔。啊？你看咱们奥仔。吃嘛嘛香。奥仔自从跟王秘书健完身之后，每天都穿得很运动哈，每天都带着一股阳光来上班。这看的评论区呗。奥仔，姐给你开个健身号吧，健身会员就从我的评论区里找，有报名的扣为奥仔而来，让我看看有多少人是为奥仔而来的，正好也给王秘书一些压力啊。我不敢把它全部打碎，是我害怕它这个壳最后还是会剩一点，就一滴都不想浪费。你知道它为啥叫活珠子吗？为啥？因为它是活着被猪杀了的鸡崽子。人家鸡应该不玩谐音梗啊。哎，我知道，因为它是活的嘛，所以用那个透视仪器看那个小鸡的胚胎蜷缩成一个球，就像一个珍珠一样。哎呀，我无法直视珍珠了。这汤真的很香，你闻闻闻闻闻。是挺香，尝一勺吗？no。 别习惯这鸡蛋里边有汤呢，记得养水。尿还是闭嘴，咽回去。今天晚上奥仔一直到最后他都不能吃啊。好，最后一个。啊，累死。包鸡蛋原来是个这么累的事儿，手都腌入味儿了。呀、yeah!。这就是97个活珠子的汤呢，它现在里面还有点毛啥的啊，虽然也能吃，但是就是为了不影响观感，咱们还是过滤一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画面确实有点不太好看，就这样吧。先煮开它一下，然后咱们把那个蛋处理一下。来吧，咱们现在就是一个煎蛋啊，先把油倒上，咱们把蛋穿上。这猛的一看还有点像提灯那味儿嘞，感觉是那种很贵的烧烤。哇，咱们这可说好了，一口都不能给老王吃。哇，金汤，金灿灿的汤，这是咱们提前准备的乌鸡卷和鸡枞菌，反正都是跟鸡相关的东西。先喝一口汤，谁要鸡汤？飘起来啊！要的扣要，让我看到。哎呀的手，你的命我
这要不是我自己取的，我根本想象不到这是活珠子里面的汤。这要在家弄这么个汤，不得整只整只的鸡，然后炖个3-4个小时才能出这味儿啊？啊，我这不到2小时就搞定了。来吧，咱们下乌鸡卷和鸡枞菌原汤化原食啊。先下一点点肉，下一点鸡枞菌，这玩意儿也是提鲜的，多煮一会儿。哇，废了。来，第一口等等们先吃，啊，这你都不想吃啊？那我吃了。嗯，真香啊，这可太香了。嗯，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不用蘸料，因为这个汤本身就有调味儿。啊，烫。当然了。鸡枞菌吃，我前两天去云南出差，吃了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菌。哦，我还上次吃了一个蘑菇刺身，真的很好吃。嗯，这个鸡枞菌怎么那么鲜啊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在外面不管是喝鸡汤，还是喝那种鸡汤的锅底，它那个上面都会飘着一层油。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锅就没有，完全没有油。哎，是不是能瘦一点啊？就吃这个应该不会胖吧？还有这种好事？谢谢。滚滚滚！走开！主要是你这个汤一煮开了，屋里全是香味儿，止不住。停停，控制一下你自己的。给你吃一口牛吧。哎，它现在煮开了也没那种感觉。鸡枞菌要不要？要。贡菜要吗？多来点。王秘书是如何一步一步长胖的？这玩意儿不胖，人家没油不是、啊？可让你听见了。嗯，该死的甜美啊！你吃的不能看小人吧？真好吃。毛蛋你不吃是吧？我不吃。我是原则。活珠子你不吃是吧？嗯，我不吃。嗯，我今天看评论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意，他说可以用这个活珠子的肉做鸡肉丸，用蛋做蛋黄酥，你觉得有没有意思？这样，我们还剩那么多活珠子呢，这样大家点赞吧，点赞过5万，我就挑战一下。你是粉丝，不是魔鬼啊！反正我确定不是你的小号。